这个也是你呀、啊。水流泻向我里那个号干嘛的？全白落笔全是你，挂着看你啥时候开，可以可以。不懂秋风沙沙地，当当当。孤窗外，欢迎家人们，等一会儿我们跳个舞。八点半和三井约了一个局。等结局我轻叹气。欢迎哥哥们。关于你，情在一首歌里，还在爱你。缘分竟然不许你离去，情在一首歌里，你会茉莉。园中花瓣落地，了得。有没有开场？我们有啊。而我酝酿。有开场，我等一下。记录一下，我怕我忘，怕我忘记。琴声里抽几许关于你，琴在一首遍地还在爱你，缘分竟然默许你离去。琴在一首遍地你会默离。谢谢生哥，感谢生哥。我今天妆化的浓吗？不浓了吧，应该淡了一点吧，比昨天。好一点了吧，比昨天要好一点。我们跳一个开场舞吧，正好跳完开场，我们去打一个局。
好啦，我们跳一个舞吧。欢迎清风哥，欢迎我清风。哇，我这个桌子真的东西太多了，多到有一点窒息，多到让我窒息。那我们就能跳两支舞，算了，跳吧，不然一会儿接力怎么办啊？She looking good as fuck, she like my bust down. You can start calling me busy cause I'm up now. MTV come through cause I'm up now. All these hoes here, I'm finna lock them down. If a nigga talking shit, I'm finna knock them down. I'ma lock out, I'ma go low with a foe. I'ma pop out, men go low to the flow. With my Glock out, don't you go holding the phone when I rock out. Talk about all them other hoes that I locked out. I'ma go low with a foe, I'ma pop out, men go low.A record pause. You talking money, need a hearing aid. You talking about me, I don't see a shade. 私は風の導き手It's time to jack. It's time to jack.
辛苦了，不辛苦，不辛苦。欢迎我大公子，欢迎大公子，欢迎哥哥们，晚上好。噔噔噔，公子哥，我公子哥现在干什么呢？没有出去玩吗？你是在家无聊的吗？我觉得你可以找兄弟们出去喝喝酒啊，又睡着了。那你现在睡晚上不用睡了吧？欢迎小韩哥。嗯，我们八点半有一个试娃，那挺好的。你晚上睡不着的话，可以来看嫣嫣啊，给你跳舞，陪你聊天。哎呀，真的是太好了，多香啊！今天为什么没有放我鸽子？今天姨啊，今天是不是没有钱了？啊，对，今天没有钱了，我放鸽子又要损失100元子。你是不是盼着没有钱才给你玩嘛？有钱盼着我放鸽子，有钱谁给你玩呀？玩玩，没钱就跟你玩。我有钱也玩。我说的他没有钱的意思，他没有钱的意思是为什么没有钱？他没有钱的意思是不是来讲的话，他没有钱给我发了，所以他玩的。是我昨天没钱也不跟你玩，我昨天和三金约了八点半，然后就是我睡过头了，我给他发了个小红包。然后三金说，以后是不是每次你那个爽约都有红包？我说是。所以他肯定盼着我爽约呢。我说我不收，他非得让我收，真的时候啊。啊。妈呀，感谢婉儿，谢婉儿，这么客气吗？婉儿，谢婉儿，谢婉儿。感谢婉儿，感谢婉儿。谢谢花儿，感谢花儿。住嘴！住嘴！小 B， 谢谢小 B 在，小 B 你过来一下，小 B 我有话跟你说，小 B 我的礼物上屏没有了，小 B 礼物上屏没有，咱偷过坤吗？谢谢花儿哥，欢迎消失。好，咱们对小 B， 我一会儿去抢票去。啊。感谢，欢迎老哥，老 B 你过来一下，老 B， 小 B，那个啥，添加一下，我为一号，一言二号，千雅三号，梦雨四号，阿乔五号，林佳六号，你快过来呀，扣个一，小 B， 我们叫你呢，聋了，没听到，走了，不在我直播间了。哦，来了，扣个一。
我接个十根吧，你接十一根一烟。好，我们家没有十一根荧光棒。我截个图，你又过来要你干嘛？要你刷钱啊？谢谢婉儿，谢谢婉儿，晚上明天三点半跟我吧，婉儿。来，家人们，我们有没有十一根荧光棒？并不是因为你给我刷了钱啊，我没有那么现实，我就在。有没有大哥？有没有大哥想砍个牌子什么的？对，有没有十一根荧光棒，家人们？来来来来来来，我们团一团，十一根，十一根。但是你放歌吧，我把歌停了。啊、安然，安然是谁呀、啊？安然是谁呀、啊？哎呀。我们十一根的歌，我十一根有没有大哥帮忙接一下的？三金，你的歌能不能换一下你的歌单？从去年听到今年，吐了都。哎，瞎说，这歌我上个月刚识别的哦。我们家有没有十一根？有没有十一根？我跳舞的歌。不对，对，这才是第一轮，这是第一轮。欢迎回来，在我小。欢迎小凡，笑死了！有没有家人帮忙接下的？我们第一轮十一根荧光棒。小 B 不仅要刷钱，还要被叫小 B。露露说八十十六，四十块八，三十块十，三十块。好，下一家接十二根。谢谢西楼哥。下家是谁呀、啊？你晚上蹦迪去了吗？依烟后面是谁呀、啊？依烟后面，哎呦，好卡呀！千雅，千雅就二十个千雅。我不是三号吗？天哪，这太卡了，我这麦克风。我们有没有二十个荧光棒呀？唱歌了。八十十六。哒哒哒哒哒。你卡了不？我就是一开网页他就看。欢迎小虎。你白天睡觉你是准备晚上通？开网页就特别看。没有钱啊？嗯。你们都是咸鱼吗？开的软件太多了。你们都是咸鱼。可以帮我加二十个荧光棒。完了就不上。你给我倒数吧。哎，有了有了。十。异域风情。九。下一家接五百根吧。五百五十块钱。五百根阿乔。我们家有没有五百根荧光棒啊？来，真的有十五，太小了，你们感觉好像都不咋打。五六七，打的。我们家有没有五百根荧光棒啊？九，第一轮那狗逼的，那实话。我最多没给网上刷过，他刚才在二狗子那边刷了一百块钱、我看到了，真的是，我给他打个招呼，过来给我刷一百。来九，你能不能接上五百个荧光棒？你怎么事儿？真的，我不给穷人倒计时，能不能上一上？啊，八，穷人都说话，阿强，就是嘛，快点。穷逼啊！七，我们家没有五百个荧光棒啊！六，瞌睡来了就睡。我白天一定不能睡觉，我睡了我晚上就六毛钱，我晚上就得。你先研究，我先研究，我先进去吧。是因为一个男生就得通宵了、当时那个男主播周年庆我没去，我就给人家补了个榜。
他就把这件事情一直记到了现在。来四，好吓人哦。所以说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接受。真的八，打死就是这样。我先进去吧，大哥研究碎片了。就是给了一个男主播补一下，人家年轻的礼物，他就说某人一开始的时候刷都不给我刷，行你记着迪迦就说我闹啥呢，搁这嘀咕嘀咕的啊，他在骂我。你接501个是梦雨，好，我们有501个吗？我们能接一首吗？501。真的，这个事情可以开个局吗？年纪到了现在，太恐怖了，这个男人，我给我。你可以开个局吗？开个局，开个局，兄弟们，开个局。来脚。欢迎家人们。八，对，我一直播就犯困，很神奇的一件事情。七，六。我新队唯一开始 ID 为84223。妈呀，他这首歌还有这种配音呢。真的包的那就给他，那就给三星，不包是三星。下家接751个吧，我们还差506。七，我操！别人都是倒计时，都是十开始，我倒计时是从七。我说的鸡，我啥时候说七了？来十。怎么回事呀？真的，老板那边又抽了十发的，我这人也不出这个。是的，人是很多。欢迎六哥哥。六。六呢六呢，我们这一首吧，不想被三只骂冲过瘾。好，接上下一接752，很好，很黑啊。我有1000个，你接1001个一眼。1001，好，我们接1001个荧光棒。你还不是抽反了力呢，抽反了你找爆了。我们家有没有小哥帮忙接一下，我们需要1001根。有没有1001根荧光棒的大哥？有人在吗？
十。十了。我很伤心。真不配。九。有没有大哥帮忙接一手的？有没有大哥帮忙接一接？我们需要一本魔法书。我们家需要一本魔法书。哒哒哒！欢迎秦风哥、端端哥，能帮忙接一下吗？端端哥、无影哥、无影哥哥、哇奇哥哥。我们不能第二轮就进去啊，家人们，我们不能第二轮就进去啊。嗯嗯嗯，我们就差一本魔法书就可以了，家人们。 M 哥能抬一手吗？ M 哥， M 哥能抬手吗？我们就差一本魔法书。四四啦！快如风，我们不能这么早就进鱼缸吧？有没有民间大哥？有没有民间大哥抬手？有没有一千零一根荧光棒的小哥哥？三。三啦。二。二啦，有人在吗？有人在吗？一千零一根，有没有男神？续个费吧，续个费吧。一千零一根，怎么回事？这个直播间，这直播间怎么这么安静？凉了吗？有没有续个费的哥哥？啊，好，我进去吧。接一千零一个钱呀。嗯，啊，对。啊，无情。我是不是可以唱歌了呀？一千零一个。是的。早啊，早啊。这个月第一首歌，献给你们。抱抱抱抱。欢迎王宝宇。承诺交在等一下找一下调眼泪它带着无数个问号青春未老爱就先细胞亲身经历有多么的可怜只留住成我以为的主角以后再遇见你再遇见你请你先说你好我怕控制不住就会给你拥抱招呼也只是出于礼貌所有风度的人是你的骄傲若不再遇见你
见不到你都想说句你好，虽然我不知道你过得好不好，最深的关心也可能会是毒药，何必纠结过去多情的打扰。请你先说你好，我怕控制不住就会给你拥抱，打一个招呼也只是出于礼貌，总有风度的人是你的骄傲，若不再遇见你见不到你都想说句你好，虽然我不知道你过得好不好，最深的关心也可能会是毒药，何必纠结过去多情的打扰，以后再遇见你再遇见你请你先说你好，我怕控制不住就会给你拥抱，打一个招呼也只是出于礼貌，总有风度的人是你的骄傲，若不再遇见你见不到你都想说句你好，虽然我不知道你过得好不好，深的关心也可能会是毒药，何必纠结过去多情的打扰。一首歌都唱完了都还没有接上，我们有没有700个荧光棒啊？我们有没有复活一下的？有没有700个荧光棒？有个帮我复活一下。欢迎我二哥。呸！有个帮我接一下吗？来十。有没有哥哥抽抽上上签？来个缘分3000吧。八，欢迎我喵喵，欢迎我喵喵，想你想你。七，小猪哥在吗？喵喵是不是欢迎的我祖宗？谁是你祖宗啊？成哥吗？是我老头哥哥。对啊，成哥呀。喵喵喵喵，不会是你开号来的吧？给我欢迎梦了，给我啊！不是，是你开号来的吧？啊！你放心吧，三金是不是你？我不会开号去你们直播间的，真的。啊！我开号去你们直播间，只有你不开播，只有你们不直播的时候，我开的号去你们直播间换虎粮。你们直播我从来不会的。喵喵是你吗？来料。我、哦，你们接吧，我复活，帮我进去吧。欢迎小丑，1001根梦雨，应该是他吧？唱首歌，唱首歌行不行？应该是他吧？啊，行，我再唱一整首吧，你可以的。嗯，他又跑了。
让他干嘛？去他那边应该性质不太好，应该。嗯。来，梦雨，等一首来。好，我唱个歌。来吧。无聊的影片成为阴雨天，一个人不快乐，不动声色，熟人就疲倦，偶尔会失眠，幻想了很多，怎么继续这反复重播的生活。我会一直等等故事发生，一盏灯陪我到夜深，就要这份微弱的光亮，支撑我去推开新的迷惘。当你不在身旁，这时光悠长，催促人慌张，还要等多久？等一个真切目光，我辨不清假象。下下接1400个，应是0+1，0+1接。好，我看是我们抓着度多少，1400个，感谢老哥哥。1400个，我们还差着呢。我们还差5。我们还差255个呢，有没有哥哥接手的呢？不，我这个今天出了那个啥300的礼物，一发60块钱出了，还挺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到你就黑了。哦，出了个小兰花。我们直接上了，下家接2600吧。好，还行吧，支撑不住了。这一轮谁给我接？
天空灰得像哭过，离开你以后并没有更自由，深深的空气修出我们的距离，一幕最新的结局像呼吸般无法停息。抽屉泛黄的日记，擦干了回忆，那笑容似夏季，你我的过去被瞬时针的忘记，戒烟过后的爱情，粗心的眼泪是多余。我知道你我都没有错，只是忘了怎么退后，信誓旦旦给了承诺，却被时间补了空。我知道我们都没有错，只是分手会比较好过，最美的爱情下场控，就一首八三的歌，外挂书就复活了，都在朋友圈。他是我场控，我场控。天空灰的像哭过，离开你以后，并没有更自由。深深的空气，修出我。距离一幕最新的结局，像呼吸般无法呼吸。抽屉泛黄的日记，擦干了回忆，看完被抢笑容是夏季，先是经历你我的过去被瞬时针的忘记，抽了几首的爱情，粗心的眼泪是小沙，你帮我算一下。我知道你我都没有错，只是忘了怎么最后，信誓旦旦给了承诺，却被时间补了空。我知道我们都没有错，只是分手会比较最后，信誓旦旦给了承诺，却被时间补了空。我知道我们都没有错，只是分手会比较好过，最美的爱情回忆里白虚。没有接一下吗？没有接一下吗？没有我就进去了。感谢三里哥，谢我小炒锅，谢谢。出一个，出一个，出一个。你要没中是不是？出一个，出一个，出一个。我们还能接一下吗？到哪里了？态度。要不先接吧。要我们抽情书吧。要不我们抽情书吧，就是说，欢迎泰哥。2610。林家的是吧，林家。太离谱啊，抽情书吧，三里哥。这个上千也是惊呆了，惊到我了。我们抽上千吧。欢迎晴天。要不我们是情书吧，好不好？哦，你看出门太乏了，力牛逼，一发入魂，
422，欢迎石妈。好，2601减去99减去，我算一算，2601。你这个巨黑巨黑，谢谢徐妈，哦，中了个烂的飞机。上个月的很好，很牛逼，感谢我徐妈，谢谢。哦，上个月22天。让了吗？中，你来晚了。我算一算，我们家有多少？你抽这个还挺白，下家先接3252吧，53，就3300。你立下的碑。多少？3000多少？3300。3300，演。嗯，3300。那我唱首歌吧。唱首歌呗。行。拜拜。当当当，唱个啥呀？家人们，我们有没有3300根荧光棒？3300根，这。哦，我们还差2878。2878，我们还差2878，家人们。噔噔噔噔噔。谢谢 S 哥，感谢 S 哥。放那歌呀，关一下。只是挥散不去的难过。
是吧？有没有哥哥帮忙接一首的？十二，2878跟荧光棒，两本魔法书，两本魔法书，我们有没有一本魔法书？有没有哥哥抽抽奖呢？在事实上前是情书的，想开个守护的哥哥有没有？守护也可以算票，家人们。有没有想卡个盘子点个舞的哥哥？有人在吗？有人在吗？六，汤哥能弹一首吗？汤哥，欢迎道哥，2878有没有大哥帮忙接手啊？谁呀、啊？谁是那个十把车？三，你没追是不是？你没吃是吧？二，二了。有人在吗？接不上呀，我进去吧。你又没出，你又没中。3300千呀。3300，来歌一首。脑三样来了，不对，我脑四样。歌一首，歌一首来。我爱你不过头，想要。留下谁的脚印，不只是贪念的勇气。云中注定不能靠近，爱你的事当作秘密，怕承认你从此远离我憧憬。多想能够潜入海底，穿越。
不得。感谢哥哥的情书，谢谢。接3400根吧，3400。3400啊！人家没人了呀，你们活一活呀！3000啊！差那个挂了个头，给他眯缝眼那个，喂！说你呢，搁那看 D1 呢，搁那啊！我没有钱，我怎么办？没有钱，搁那眯缝眼看 D1 呢，搁那没看，发呆呢，搁这闭目养神休息一会儿，等大哥。我能不能再一发入魂出台法拉利？命中注定不能靠近，白的是之前的快乐，黑的是想念的泪痕。他听不到我声音，好小，黄的是最初的景色，红的是生命的深刻，舍不得一种人一种独特，他都不舍，形形色色，粉墨蠢蠢，愚动的眼神。不光是色太迷人，到一起花色转一身霓虹，还是输给他写粉刷的诸葛，自以为是的春色。我好像直接上了，我直接上了，我这边太吵了，我都听不到。血亏有多少啊？这他接4001吧，4001。哎呀，黄晨啊，别，我不喜欢这个名字、啊、我没有那种癖好。那我就再唱吧。嗯嗯嗯，继续。焦愁，你有想听什么歌吗？焦愁，
唱吐了都。嗯，好香啊，都比唱一首。剩下落叶的秋天，那张枯黄的脸映着时光变迁，真的好久不见，头发多了些阴线，多年时间奔波忽略了太多太多，你对我的思念我却没有发觉，每次你在电话那边闹叨，我却接口挂断。如果能够留在你身边，伴你日日夜夜，看看爱我的那男人容颜。如果能够留在你身边，重拾那我你接六千吧，我存四百。这一万根太狠了。你接六千，这六千来唱首歌接六千，瞅他们仨的一口子就来个小脑袋，也没有人说复复活的，咱说实话，复活了你们，道长姐，来，嗯，我们家有没有六千零一？等我吃两口饭。你快接，我还想唱一首歌。好，我努力接。对你接，我们再唱一首歌，咱俩再吃鸡，要不？我感觉我接不上了。能不能自信一点？可能。把接不上去，把步子去掉。
在一个苹果等你从门前经过，送到你的手中帮你解渴，像夏天的可乐，像冬天的可可，你是对的时间对的角色，已经约定过一起过下个周末，你的小小情绪对我来说，我也不知为何伤口还没愈合，你就这样闯进我的心窝，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用最浪漫的副歌你也轻轻地附和，也是坚定着我们的选择，是你让我的世界从那刻变成粉红色，是你让我的世界从此都知道。